其实我是很感动，我一直觉得就是说，创作作家一直希望就是像这样的那种情境跟那样的精神跟那样感觉，就是舞台是大家的。对，而且像我觉得像在这边，因为可是有一些工作在这边，所以他会比一般人更害怕这个舞台，可是他可以鼓起勇气上来，就是一种不得了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再给他掌声鼓。我们下一个是廖文，现在在忙吗？廖文，你跟他说缓一点，换下一个。好。又是谁？又车辆。林黛玉啊，对吧？我们的孙狗的名字很好听，它叫林黛玉。对。OK， 好。你是要弹两把吉他吗？三把。有先上来吧。想来看表演很久了，就没有想到现在会坐在这里。好，我唱那个黄玠的《25岁》。
先休息，先休息十分钟，然后完大家休息完毕的时候，再又再继续下面两首歌，好吗？好。OK，不好意思，真的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就先掌声，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，对，算那个铁花村搞心机了，请大家补充饮料，好，谢谢。